路口绿灯亮起，行人往前走，转弯车辆会礼让行人。即用三月一日起严格取缔车辆不礼让行人，但民众怎么看？车子会优先礼让行人吗？我觉得还会啦，还是会，还是会啦，都哎呀、啊，台湾还 OK 啊，还 OK， 对，不像是国外媒体报的时候像行人地狱这样，没那么夸张、啊，没那么夸张、啊。对，不过有网红却贴文，实际来到爱山路口进行实测，却发现明明是绿灯，右转车辆不管是机车、货车都争先恐后，无视站在路口警察，完全不礼让行人，质疑市府政策是玩假的。不过警察局却回应，该路段车速快，全程都有架设摄影机收证。感谢市民朋友对本市道路交通与行人安全的关心。该路口为仁爱区爱山仁义路口。为单向四车道，路幅较宽，人车交汇易发生危险。本分局执行行人友善专案工作，自1月20日起至今，取缔机车236件，汽车66件。该路口事故已较去年同期减少10件，初步已见成效。警方执法全程架设摄影机收证，以兼顾程序及远景执勤安全。市府对于行人友善的政策会彻底的执行。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警方仍有努力的空间。这项政策的利益良善，相较于同期的交通事故比例降低了近30%。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来推动。去这一个月的一个期间哦，我们非常多基层的员警都投入在各路口的一个交通执法。那其实对于基层员警来讲，这样的一个工作量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甚至还会排挤到其他他们在做其他可能有临时有案件发生的时候，没有办法立即派出警力来维持我们应有市民的一个保障。那所以其实我们觉得今天除了执法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交通的整体思考规划上面，应该更以人为最主要思考的一个方向，而不是只是透过大量的一个警力、大量的一个人力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并不是根治交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现在这种行车的执法，法律当然是要遵守，而且应该要执行，这落实都是我也是应该的。但实际上，真正你要改善这个交通的问题，其实硬体的建设仍然是大过于软体的建设。我们如果有更多的相关的行人友善的空间、行人友善的步道、行人友善的这个相关的硬体的设施的话，其实那个才是对于大家都比较简单的方式。要不然现在员警每天在这边路口在这边卡班。一年之后他还要在这边站吗？两年之后他还要在这边站吗？他会变成我们远景的日常的一个勤务的一部分吗？那如果是如此的话，现在我们警方的人力是远远不足以可以支应真正所有的地方全部如此落实。所以说真正要紧的事情仍然我觉得还是硬体的建设。就是警察局强调，3月1号到3月10号为止已经取缔了455件，其中汽车违规案件是89件，机车366件。警方执法同时会兼顾员警执勤安全之外，也会全程录影收证。记者黄少明、纪勇报道。